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，今天来聊聊天蝎座。天蝎座是黄道带上的第八个星座，出生日期一般落在10月23日至11月21日之间。以下是一些天蝎座的特点。热情和坚定，天蝎座的人通常充满热情，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表现出强烈的投入和坚定的决心。神秘和深沉，天蝎座的人内心深处充满着神秘和谜团，他们倾向于保持一定的隐私，并对外界展示出的只是冰山一角。敏锐和洞察力，天蝎座的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，他们能够洞悉他人的真实意图和情感，并在决策和处理问题时利用这种洞察力。自信和果断，天蝎座的人通常具有强烈的自信和果断的性格，他们在追求目标时表现出坚毅的态度，并且不怕面对困难和挑战。强烈的情感和情感深度，天蝎座的人通常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和情感深度，他们在爱情和友情中投入并充满热情，但同时也可能有些保护自己的倾向。领导才能和决断力，天蝎座的人具有领导才能和决断力，他们能够在困难情况下做出重要的决策并引领他人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特点是基于星座的一般性描述，个人的性格和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包括个人经历、教育、环境和其他行星的位置等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不应仅仅根据星座来评断一个人。天蝎座的人际关系，忠诚和投入，天蝎座的人对于重要的人和关系非常忠诚和投入，他们会全心全意地关心和支持他们爱的人，并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。深情而敏感，天蝎座的人往往具有丰富的情感和敏感度，他们能够深入地理解和感受他人的情感，对于身边人的需要和情绪变化非常敏感。高度保护意识，天蝎座的人对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有强烈的保护意识。深度的信任和不信任，天蝎座的人对于信任和不信任非常敏感，他们需要建立起深度的信任才能真正打开心扉，而一旦信任被背叛，他们可能会非常固执地保持着不信任的态度。私密和神秘感，天蝎座的人通常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感，不会轻易地将自己的内心秘密和感受展露给他人，他们需要时间和安全感才会逐渐打开自己。强烈的情感连结，天蝎座的人在爱情和友情中通常会形成非常强烈的情感连结，他们对于感情的投入和奉献是真实而深刻的，但同时也可能有着强烈的嫉妒和占有欲。总的来说，天蝎座的人在人际关系中是非常投入和敏感的，他们对于爱情和友情的价值非常重视，并且愿意付出努力维护和保护这些关系。然而，他们也需要学会平衡和处理自己情感的强度，以确保关系的和谐和健康。这些特点是基于星座的一般描述，个人的性格和行为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，因此不同的个体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和特点。天蝎座职场一些特点：专注和坚持，天蝎座的人在工作上通常非常专注和坚持，他们对于完成任务和达到目标有很高的动力和毅力，能够长时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洞察力和分析能力，天蝎座的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，他们能够深入地理解问题的本质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，并在需要时做出明智的决策。谨慎和保密性，天蝎座的人通常非常谨慎，尤其是在工作上保持着一定的保密性，他们能够保守秘密，并在需要时适当的控制和管理资讯的流通。强烈的竞争意识，天蝎座的人在职场上可能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，他们渴望成为顶尖的表现者，并努力追求卓越，以获得成功和认可。激情和决心，天蝎座的人在工作中表现出激情和决心，他们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表现出高度的投入，并且在达成目标时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。独立性和自信心，天蝎座的人通常具有独立性和自信心，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才华，有信心在职场上取得成功，并愿意独立地承担责任和挑战。
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每个人的职场行为和工作风格会受到个人经验、教育和其他因素的影响。这些特点是基于星座的一般描述，不代表所有天蝎座的人都具有相同的行为模式和特点。在职场中，天蝎座的人可以注重利用他们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来解决问题，并在专注、坚持和保密性方面展现出色的表现。同时，他们也需要注意平衡自己的竞争意识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合作能力。天蝎座各血型特质， A 型血天蝎座 A 型，坚毅而努力。拥有 A 型血的天蝎座人通常具有坚毅的性格，对于目标的达成有很高的努力和毅力。谨慎和保守，他们可能会表现出谨慎和保守的态度，谨慎地处理自己的工作和人际关系，善于分析和思考。拥有 A 型血的天蝎座人往往具有优秀的分析能力和思考能力，能够深入研究和理解问题。 B 型血天蝎座 B 型，独立而创造力。 B 型血的天蝎座人通常具有独立自主的性格，拥有一定的创造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，坚持和自信。他们可能会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表现出坚持不懈和自信的特质，并且有时也愿意冒险尝试新的事物。冷静和理性，拥有 B 型血的天蝎座人通常能够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和理性思考，有时表现出较冷静的态度。 O 型血天蝎座 O 型，积极而果断。 O 型血的天蝎座人通常具有积极进取和果断的性格，勇于面对挑战和追求成功，强烈的热情和决心。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强烈的热情和决心，对于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有着高度的投入，善于沟通和领导。拥有 O 型血的天蝎座人通常具有良好的沟通和领导能力，能够有效地与他人合作和协调。 AB 型血天蝎座 AB 型，复杂而有创造力。 AB 型血的天蝎座人可能具有复杂而有创造力的性格，拥有丰富的内在世界和独特的思考方式，融合和平衡。他们可能会尝试在不同的情境中找到平衡，融合多种观点和方法来解决问题。理性和感性并重，拥有 AB 型血的天蝎座人通常能够平衡理性思考和感性情感，并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挑战和变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些特质是基于血型和星座的一般描述，个人的性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包括教育、环境、个人经验等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不应仅仅根据血型和星座来评断一个人。天蝎座各星象特质，太阳星座，太阳在天蝎座，强烈的意志力。天蝎座的太阳星座人通常具有强烈的意志力和决心，他们在追求目标时非常坚定和毅力十足。深邃和神秘，他们内心深处的世界充满着深邃和神秘感，喜欢探索和理解事物的本质。敏感和情感丰富，天蝎座的太阳星座人通常非常敏感且情感丰富，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变化有较高的触觉。上升星座，升星座在天蝎座，强烈的吸引力。拥有天蝎座上升星座的人通常散发着强烈的吸引力，能够引起他人的兴趣和注意，冷静而深思熟虑。他们可能会在表面上保持冷静和克制，但内心却充满着深思熟虑和洞察力。保密和保护，天蝎座上升星座的人倾向于保密自己的隐私，同时也会保护身边的人和事物。月亮星座，月亮在天蝎座，深情和情感强烈。天蝎座的月亮星座人通常表现出深情和情感强烈的特质，对于自己关心的人和事物投入度很高，直觉和洞察力。他们拥有敏锐的直觉和洞察力，能够深入理解和感知他人的情感和需求，内敛和神秘感。天蝎座的月亮星座人倾向于内敛和保留，内心的世界充满着神秘感。金星星座，金星在天蝎座，激情和忠诚。金星在天蝎座的人通常表现出激情和忠诚的特质，他们在爱情和关系中表现出高度的投入和忠诚。强烈的吸引力，他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，能够吸引他人的注意和迷恋，深入和深度。金星在天蝎座的人对于爱情和关系有着深入和深度的追求，
喜欢探索情感的核心和深层意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些特质是基于星象的一般描述，个人的性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包括教育、环境、个人经验等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不应仅仅根据星象来评断一个人。天蝎座在感情方面通常具有以下特点：激情与深度。天蝎座的人对于感情充满着激情和深度，他们对于爱情投入非常深刻，并且对于伴侣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连结。忠诚与专一。天蝎座的人在感情关系中通常非常忠诚和专一，他们非常重视伴侣间的信任和承诺，并会努力维护和保护彼此的关系。强烈的直觉力。天蝎座的人通常具有敏锐的直觉力，他们能够察觉伴侣的情感和需求，并能够深入了解伴侣的内心世界。善于控制情绪。天蝎座的人拥有强大的情绪能力，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并在关系中表现出冷静和稳定的态度。嫉妒和占有欲。天蝎座的人可能会有较强的嫉妒和占有欲，他们需要安全感和信任，并希望伴侣对他们专注且忠诚。神秘与保密。天蝎座的人通常对于自己的感情和内心世界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感，他们可能不轻易流露情感，并会倾向于保持隐私和保密。在感情关系中，天蝎座的人需要建立深度的情感连结和相互的信任，他们对于伴侣的忠诚和情感连结非常重视，并愿意为了关系的发展和维护付出努力。以上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